OK 噶啦，小姐啊，你有冇興趣咧加多200蚊幫襯埋我哋嘅專業執信服務啊？好，咁你出去俾錢得噶啦，多謝曬，歡迎下次光臨。啲頭髮整得有幾亂得幾亂，啲燈打到有幾爆得幾爆，影得幾快有幾快，咁出去叫佢加埋200蚊執信服務噶嘛，唔收教嘛？我得個鴨啦，做咯，肥仔。好介啊！呢間韓式正經商明明好多人推薦噶，點解黑店嚟嘅？喂，唔係你走啦。下一位啦，先生。唔好意思啊，我哋有 Cameron 叫你快少少啊。Sorry 啊 ，Sorry 啊。唔使驚，唔使驚，我今日已經執到自己好靚仔噶啦，戴曬 con， 件衫又燙咗，又 gel 曬頭，一定冇事。唔好意思啊，先生，你的頭髮遮住咗一隻眼啊！嚇，竟然用頭髮遮眼呢一招嚟陰我，哼，睇睇小我啲髮質啊！黑雕同小技，拎走支燈。嚇，好陰毒嘅女人啊！好彩啊，我係讀 physics 嘅。嚇，我 ready 啦！我唔會條友仔有備而嚟，但係冇人可以走得出我嘅陷阱。已經追2分幾鐘了，你不是說只拍3分鐘而已嗎？打開死靚仔，是你逼我的。先生，麻煩你坐下，我們這樣很難拍到一張漂亮的照片。喂，你好了喔，部機又揈來揈去，燈又拎走又低炒，這個是專業攝影師的角度，麻煩你尊重一下。哪有專業的攝影師會不打燈的？專業的攝影師就是覺得你不用打燈，你根本就專門拍到啲口樣衰，逼他買你的200蚊執相服務。 Oh my god， 你不要屈我們喔。我親耳聽到的，你跟他助手夾埋嘛。你竟然在我未準備的時候拍。OK， 咁你依家考慮一下我哋嘅執信服務啦，200蚊 ，thank you， 出面俾錢。先生，係咪加200蚊幫襯埋我哋嘅專業執信服務啊？